嫂子死了。最近我被人盯上了，连家里都被盯上了，八成是某些老东西吧。装神弄鬼，他们自己不会动手，现在盯你的人大概率是他们雇来的。事到如今只能逼我使出这招。我叫米莉，必须死在战场上。不要阿斯楼子，他到底是不是受制者？不必要。只要我还剩下一丝理智，我就一定要死战到底。战乱不济，全都不止，诸侯争霸一方，又有几人关心百姓死亡？驱徒十万铁骑南下而来，即将兵临城下，在下秦英愿前往君山求援。有没有想我？哎呦，人生在世能笑到最后的才是赢家。这么多年了，我也让老狐狸尝尝失去亲友的滋味。接下来我们赌盘更大